天王郭富城于红馆举行郭富城武林密码演唱会，这天终于来到最后一场了。这次演唱会最亮眼的卖点就是行爆歌舞和智能舞台的高度配合，十多场的演唱会自开演以来赢尽口碑。当然，身为天王嫂的内地模特儿方圆怎能不来支持一下呢？她以黑色透视闪 look 高调杀入红馆，不过也不是最后一晚才来的了。女友这么支持，男友又有什么表示呢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也非常去了解，也非常关心，他在这一段时间也要来去支持我，坐在台上跟所有的观众一样默默地支持我，我非常感谢他，非常感谢。阿王为了这次演唱会用尽浑身解数，连自己最爱的麻辣火锅也戒掉了，所以他的一般爱人这晚在庆功宴上也特意带来他的最爱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很辛苦，为了这一期演唱会付出很多，所以这次演完了演唱会，他们特别去买回来让我可以待会可以去尝一尝。但是我跟他们说，现在我的肠胃是非常轻的，非常清淡的，当我吃完这个火锅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帮我安排打电话去医院，就准备要去送我去医院了。吃那么多油而且那么辣，我吃完之后我相信我的一个胃会抽筋，然后到时候就要去医院了，那肯定的事情。所以我已经准备好，因为既然他们那么爱我那么疼我，我觉得去一趟医院没什么问题。忙完十多场演唱会后，别以为阿王可以休息一下陪陪女友，紧接着明天又要开工了。没有了，因为明天还有工作，然后之后也有去跟导演去开会，因为除了演唱会工作完之后，我觉得很难得嘛，三年才开一次演唱会，然后这个梦已经做完了，我的梦已经梦想成真了。